服从大酋长的命令，为黑暗女王而……你真是忠诚的士兵。 向你的大酋长说明来意，去吧。我的黑暗游侠带来重要的情报。我，安多因，希瓦纳斯是莫大的威胁，他的力量与日俱增。要保护这个世界。 得趁我们还有余力的时候，跟我见个面，谈谈吧。太少了。你手上有多少兵力？恐怕只够我们进行一次的总攻击。万一失败，就结束了。 推翻他之后，你打算怎么领导部落？当年的部落从鲜血中诞生，在腐化中成长茁壮，通往黑暗之门的那条路蜿蜒漫长，满是无辜上林的尸骨。哼，我们叫他。 光荣之路，部落就建立在这个莫大的谎言之上，把任何的暴力杀戮都当成荣誉。索尔和沃金不是黑手血腥传统的真正继承者，希瓦纳斯风行者他才是。不对，这才是部落，由你所率领，因为你心怀荣誉吗？ 我不懂荣誉，我不够格。但是部落注定被过去的枷锁束缚，悔恨并不是部落所独自承受的。阿萨斯带领，我们的过去同样沉重。部落与联盟之间的鸿沟，就算在1000年也填不平。 这你是知道的。那这场仗还有什么意义？士兵，集合！立刻拔营，准备出发。大人，泽坎，你的家园是？ 奥格玛，那只是一座城，真正的家园呢？艾泽拉斯，我们呢？艾泽拉斯，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阵营，一个想破坏这个世界，另一个要保护世界。我们该怎么做？打破这循环。 你好啊，勇士！向部落效忠，集结部队后向纳萨诺斯回报。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办，我们会把这些叛徒化成灰烬。你的忠诚。 值得奖赏。说吧，马德哈一定会获得胜利。
快点，你们这些蠢蛋，学学大酋长烧了那些文件。我们言归正传吧，大酋长的机甲可以出货了，但这些可不便宜，他收到货后最好一次付清。Tromka! Young guy, Shang Chi. Hmm?再见。随时做好准备。你要我做什么？你好，朋友，勇敢向前。考验我的耐心。尽量不要死掉。啊！有话就说。尽量不要死掉。
瓦洛克，时候到了。墙上的守军也是部落的人，是我们的同胞。这些战士都会跟随你，决一死战。很多人会死在这里。或许只需要死一个。希望大司风行者，我挑战你，决斗吧！叛徒的头头还是叛徒，我为什么要接受挑战？因为你想看我受苦。兄弟，你赢不了的。老朋友，你跟我。我们是躲不掉的。是我害你走上了这条路。但我们都知道会有今天，跟我走完这段路吧。做个了结吧。霸王倒下了，你辜负了我，也辜负了他们。老兵，你就要死了，他们的希望也会随着你死去。你扼杀不了希望，你在泰达希尔试过了，但我们没有放弃。你让我们在罗德隆互相残杀，但我们团结在一起，你永远都会失败。部落会延续，部落够强大。部落是个笑话。你们全都是笑话。为了爱子，你们这群可笑的家伙，穿着铠甲的玩具兵，满口荣誉的野兽，乌合之众，珍惜现在吧，万物都有尽头。我们
该怎么办？我们带他回家。四周动静我都看在眼里，我为女妖之王效命。我也是黑暗女王，但是当机会来临时，千万不可迟疑。我不会的，一路平安，纳萨努斯。一路平安，我的爱。崭新的未来在等待着部落，无论如何，是你呀，勇士，我都会让。还好你逃出了奥格玛。如果叛徒知道你帮我做的事，一定会把你打入地牢，或许还不止。萨鲁法尔愚蠢的挑战让战争提早结束，但现在都无所谓了，已经有无数灵魂落入饥饿的黑暗之中。生者不值得同情，但我确实同情被遗忘者，他们蒙受莫大的不义才变成现在的样子。我比任何人都了解命运的残酷，但无论我如何教导，他们还是坚持拥抱希望，拥抱生命。他们会跟所有其他人一起见识到真理。我与艾萨拉的交易还是会开花结果，艾泽拉斯的所有军力都要对抗他的主人，各地都会血流成河，最后古神也得服侍死亡。说够了，还得继续做准备，万物都有尽头。下次见面时你就会明白了。我百发百中，我为女妖之王效命。我活在阴影之中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你需要什么？别掉以轻心。啊，珍娜，你平安无恙真是太好了。你好，卡利亚。哥哥，我听说在奥格玛发生的事了，战争终于结束了吗？剩下零星的斗争还需要时间平息，但是战争应该是结束了。艾泽拉斯经历了太多战争，太多冲突，希望这次能稍作喘息。但愿如此。你的内心获得平静了吗，德瑞克？难免还是有些风浪，但是我现在好多了，这要感谢卡利亚，多亏有他的指引，我才没有完全迷失方向。珍娜，谢谢你让我们相遇。跟德瑞克相处的这段时间，
对我的帮助一定不输他。战争结束后，有更多人会需要寻找未来的方向，或许你也可以指引他们。我不确定能不能帮上忙，我并没有所有的答案。或许他们要的不是答案，他们只需要希望，就跟我一样。说得好，哥哥，我们去走走吧。我很庆幸能跟你们重逢，我们一起享受此刻吧。愿圣光保佑你。我们不能让世界堕入黑暗，我随时都愿意帮忙。我的刀刃永远锋利，别再逗留。